你不住这儿了吗？我也刚到。搞什么名堂？我觉得这地方很适合我们俩谈话。谈我跟杜梅的事儿？你喜欢她，我不反对。嗯。她也挺招人喜欢的。可是，你为什么要跟她结婚呢？谁说我要跟她结婚？杜梅。 贾玲，哎，怎么回事？你们俩？别提我们俩没戏。说清楚啊，是你没戏还是他没戏？都没戏。反正我是不打算再结婚了。他呢，也不可能爱上一陈世美吧？实境的教训还不够。 想不开的人吧，毕竟是少数。你以为我怕杜梅跳楼啊？我是怕你呀。我有恐高症，就是想死也得打别的主意，吃点安眠药，摸个电门什么的。方言我可认真的。你说，我们俩是不是哥们儿？恐怕是吧。那好，你告诉我，你和杜梅是不是睡过？ 他是不是讹上你了？挺纯洁的一事儿，怎么让你说？你少跟我来这一套。我是过来人，别人不知道，我还不知道你。你敢说爱情这俩字吗？你在乎过什么呀？我是不愿意说这俩字儿。这年头最不值钱的，恐怕就是他了。 可是我在乎杜梅，我怕失去她。冲动，一时冲动。我承认。可是对别人我没这种冲动。上个月出差在一个小旅馆里，我突然梦见她了。她和我们主任躺一床上，我就坐床边，她跟没事儿似的。 醒来以后，我发现我哭了。一连好几天，一想起这事儿，我心里边就不是滋味。回来的时候，他去车站接我，他满嘴全是泡，抓住我的手就不肯松开，还是叫呛了。你完了。 这地方能住人吗？也就欺负我爹老实了，给这么间房子。知足吧你，这得有40平米呢。哎，当学生那会儿没想到有今天吧？我最喜欢在黑板上胡写了，现在可没人管我了。哎，你说这房子它得有多少家具才能给它填满啊？ 要那么多家具干什么呀？只要你爱我，有张床就行了。
明天行吗？干什么？登记啊。可你还没向我求婚呢。行吗？这样。不行，你得说你爱我。干嘛搞这么酸呢？可我不能跟一个不爱我的人结婚呢。行。 盖吧，使点劲儿。好了，完了。这就完了？啊，你还打算怎么着？啊，不，没怎么着。哎，谢谢您啊！哎，不客气。谢谢啊，走。 感情结婚就这样，真要碰上一骗婚的，说蒙也就蒙过去了，你说是不是？咱俩这个从此就不算通奸了吧？你是不是觉得没意思？哪儿的话，我就是觉得自己忽然大了，没人管了，觉得不舒服是吧？非得做贼似的才过瘾。你要后悔，现在改还来得及。 你怎么了？说着说着说这干嘛呀？我只是不想给你留下话吧，说是我逼你结婚的。谁说你逼我结婚了？我又不是傻子，听还听不出来呀？瞧遗憾成什么样了！你这人怎么那么小心眼啊？你才发现呀，我就小心眼，我毛病多了，瞧不上我早打主意。真烦人。觉得我烦了是吧？ 你现在就觉得我烦了，以后咱有什么好结果？我说杜梅，是不是你后悔跟我结婚了？你要后悔，现在我就可以成全你，向后转几步就到。我什么时候后悔了？明明是你自己后悔，又不好意思说，还往人家头上栽赃。你说好好的，咱这干嘛呀？大喜日子，咱不这样行吗？ 没错，我真怕这帮侃爷给我闹了天亮。哎，今天你的朋友怎么一个也没来啊？他们都有事儿。哦，感情一不留神，我娶了一独角大盗，父母死于唐山地震，家里的亲戚也断了来往，连朋友……我没朋友。从今以后。 我就只有你一个朋友了。嗯。哎，我是那个人吗？哪个人啊？你从小就想娶的那个人。你以为呢？不知道，所以我才问呢。那我呢？
我是你心目中的那位吗？当然是，否则我也不会和你结婚。那你也是。是什么？是我心中的那位。你是不是一直在等着我？那当然，守身如玉。那石静呢？他已经死了。如果他不死呢？他是潘友军的媳妇儿。如果他们离婚了呢？你不是说他不喜欢我吗？如果他又喜欢上你呢？问住了吧？我是喜欢他，可那会儿我还不认识你。只要你一出现，别的女人，甭管是死的活的，通通给我玩蛋去。真的？满意了吧？你说，咱这能算是爱情吗？应该算吧。我想算。反正，我是拿你当我这一生中唯一的爱人。你要是骗我，我就跟石静一样。新婚之夜说这个多煞风景。哎呦，干什么呀？疼吗？废话，你看呐，都紫了。我这是给你打预防针呢。关灯睡吧，我困了。你先睡吧，啊！我抽完这根烟的。干什么呢？看你呢。几点了？管他呢。哎，你挺棒。真的挺棒。在我之前，你跟几个女人睡过觉？又来了，还让我说多少遍你是头一个。
哎，有没有长得比我好看的，比我漂亮的？当然没有了。那就是说他们都不如我？既不比你漂亮，也没不如你，我是说压根儿没有。哼，好吧，不管有没有，反正从今以后他们就都不存在了，从来没存在过。嗯，你心里只许想着我一个人。是啊，就当他们从没出生过。真能像他们从没出生过那样忘干净吗？是啊，我已经忘得一干二净了。你看，说漏嘴了吧？还是有过。别解释了，这不怪你，只怪我没早认识你。嗯，把你一个人扔在社会上，社会多复杂呀。我是指。拉倒吧你！干嘛呀？去半年。海南有什么好玩的？该有的北京都有。换环境，总不能这么消沉下去。其实你这人挺重义气的啊。石静在九泉底下肯定会后悔的。哎，你后悔了吗？我后什么悔？别装糊涂，我是过来人。哪至于，不就是一媳妇儿吗？也不带出来走走，就那么如饥似渴的。是他不愿意动，想俩人待着。哎，我可警告你啊，当初石静就是这么对我的。别吓唬我啊，我胆小。女人嘛，风情万种不行，太专一了更让人受不了。再换个话题行吗？你好啊，你杜梅，你也太不够意思了，连新房都不让我弄。别冤枉好人啊，我们谁都没请，这是他的主意。对对对，这叫婚事新办，一切从简。来，快请坐。来，吃糖。娶她经过我同意了吗？你也是，太轻信自己了。将来要是吃亏了，算谁的？啊，对，这怨我怨我。本来杜梅吧是准备找人商量，可是我这人魅力实在无法阻挡。别臭美了你，她要是跟我商量了，就没你什么事儿了。对对对，那就是咱俩的事儿。杜梅，看出你老公是什么人来了吧？我早看出来了。来，我来，我来，我来。别闹了，我不渴。你就成全他吧，他这人就爱跟女孩献殷勤，跟贾宝玉似的。对，也是老贾家的人。一看这种人就惯会甜言蜜语，杜梅，越是这种人越得提防。对，人贾莹经验多丰富啊，人什么人没见过，是不是？反正你要是对我们杜梅使坏呀，那你就算倒霉了，回你太容易了。是，先给我引荐第三者，然后捉奸捉双。行了，别送了，你们赶紧回去吧。哎，没事，没事，一过马路就到了，也不远。对啊，就是啊，这不便宜杜梅了吗？明儿我要是馋了，就上你们这儿蹭饭来了啊。哎，不就是捉双筷子，想来就来吧。就怎么着了？哎，再见啊！哎，好，好，再见，再见，慢慢走啊！哎，走好了啊！再见，有空来玩。哎，再见啊！挺恋恋不舍的吧？我说你这人怎么这么庸俗嘛？我不应该对你的朋友热情点吗？应该，应该。哎，他挺可爱的吧？性格还可以，长得一般。
比你差远了。你不就喜欢这样的吗？圆圆的，脸红扑扑的，跟水蜜桃似的。他腰长。哟，观察还挺细，腰长都看出来了。别不好意思承认，喜欢就喜欢呗。你说你这人多没劲嘛！你要那么巴不得我喜欢的，那我就喜欢。当初你不是还想把他介绍给我呢吗？那你干脆收他当二房吧。你还挺委屈，瞧刚才那兴奋样，可进大观园了，眼睛都不够使了吧？我们医院漂亮姑娘多了，还更好的呢。那也得一个一个来。哎呀，我说你吃这没头没脑的醋干嘛？谁爱吃你醋，爱找谁找谁去。哎哎，杜梅，哎，就不许你觉得他好。对，你是最好的。怎么着，急着回家做饭呢？我今儿不用了，回我爸妈家。其实平时我也不做饭。哦，是不是所有的男人在外边都这么说呀？哎，真的。嗯，他离单位近，回家也比我早。已经被人家拿下马来了吧？我说你们这都怎么回事啊？瞅着我婚姻幸福，你们心里边是不是不舒服？哎，我说没吵过嘴。求大同存小异，得尝到刀出鞘的感觉了吧？哎，是不是老有一种落不了听的感觉？哎，说句公道话，嘴是碎点，可是心眼还成。走了。走啊。怎么了？出门照镜子了吗？怎么弄得跟鸡似的？哪儿弄的这黑网眼的脸谱啊？你肩上再钉点亮片，脖子上再挂串玻璃珠子，耳朵上弄俩钥匙环，你就全齐了。哎，你去哪儿啊？前面派出所。哎，杜梅，我哎，咱有话回家再说。你老跟着我干什么？啊，讨厌。哎，我干什么去了？我爸妈在那等你一晚上。你不是嫌我丢人吗？我自个儿逛商场去了。我跟个鸡似的，怎么去你们家呀？一想算了吧，人家那么要面子，别人在爹妈面前下不来台呀。你还有理了？你知道我最恨什么吗？我最恨的就是女人在街上跟我耍性子。你嚷嚷一声倒没关系，我差点让人把我当流氓给抓了。是你先说我的，我们单位人都说我那么穿好看。他们说管什么用？你穿衣服给谁看？是给我看的吗？我说不好，你这不瞎耽误功夫。好了，我错了，我错了，错了还不行吗？错了就完了？今儿你气死我了。哎，我还给你买了件夹克。别打岔，话没说完呢。那人不都给你认错了吗？知道错了以后怎么办？那改呗。
比带一个团的兵都累。这夹克多少钱？哟，你在家呢，你吓我一跳。怎么先完事了？又怎么了？别理我，烦死了。好好好，那饭总得吃吧。吃吃，你就知道吃，早晚得撑死。又中什么邪了吗？有话说在明处啊，我又不是你的出气筒。上一天的班已经够累的了，回来看你脸色，我招谁惹谁了？你真不去啊？那我可去了啊。给您包子。啊，您这有塑料袋吗？您吃点什么？半斤包子，一瓶啤酒，一袋花生米。将他，将他。哎，对，将他。收了，走了啊！收了，走了，走了，走了。张大爷，明儿见啊！哎，嘿，走了，哥们儿。哎，走了啊。洗头啦？还没吃呢吧？嘿，哎，我就知道你还没吃呢。啊，来来来，看，我给你带包子回来了。你不是不理我吗？别理。啊，真记仇啊？还丈夫呢，还说爱我呢，狗都不如。骂谁呢？嘴给我放干净点啊！就不干净，就骂你了，骂你个聋子，骂你个哑巴，什么东西？跑到外边跟人家一聊起来就没完，回家就跟老婆没话说。别动手动脚的，小心伤着自个儿。我就动你了。别来劲啊！我赏你脸了是不是？谁赏谁脸啊？谁打得过谁还不赢呢？哎呀，你别闹了嘛！你给我安静一会儿不行吗？就跟你闹，我偏跟你闹！别动！你放开我！你弄疼我了！放
那我就松手。哼！哭了。行了行了啊，自己闹的，哭什么？我给你擦擦。哎，给我擦。我可是做到仁至义尽了，你别不识好歹。你怎么了？打算站一夜吗？犯什么惧？跟谁犯惧？你要不睡，我可先睡了啊！哎呀，困死我了！哎，真舒服啊！这被窝里它就是舒服。某些同志就这么傻。喜欢站着，也没人罚他站。哎，你要干嘛？让我走。去哪儿啊？我管不着。你烦不烦呐？让不让开？你去哪儿？从那跟我说一声吧。行，守着吧。你准备闹一夜是不是？谁也没不让你睡呀，你睡你的去。瞧冻成什么样了，被窝里多舒服。那我可真回去躺着了啊。哎呀，深更半夜的，你闹什么嘛！我去死！得了吧你，吓唬谁呀？行，我吓唬你，有本事你把门让开。哎，有事明天再说。啊，哎，就是不过了，离婚。咱不也得明天再说，是不是？行，我不走了，明天再说。哎，这就对了。哎，哎，来，把鞋换上。哎，这才是好孩子啊。哎，你说这何必吗？到底有什么不可以调和的敌我矛盾？是不是啊？来来，快躺着。哎呦！哎，你给我回来！你疯了！大爷，您看见有人出去吗？一女的。没有。嘿，您赶紧走了。喂，你好，请帮我叫一下贾玲好吗？
哎，贾玲吗？我是方言，对不起，把你打搅了啊。杜梅在你那儿吗？没有，没出什么事儿，就吵了几句嘴。哎，那他还有什么地方可以去的吗？啊，好好，谢谢啊。别找了，他准是回娘家了。他没娘家，他爹妈在唐山地震给砸死了。怪不得你小子敢这么撒了花的欺负人家。是他欺负我。师傅，来来，咱玩咱的。看见杜梅了吗？怎么，他真跑了？一夜没回来，他能去哪儿？说实话，怎么欺负人家了？哎呦，这就是你的不是了。人家杜梅可是整天都跟我们夸你好，你应该知道你在人家心里的位置吧？他不会想不开吧？你指什么呀？啊。我也就随便一说。他今天上什么班啊？白班啊，要来早应该来了。哎，他姨家你看过了吗？他还有个姨？你是方言吧？啊，对，我是杜梅的姨妈。哦，姨妈您好，进来吧。哎，你们结婚我也不知道，也没什么表示。这杜梅太不应该了。别说她了，从一进门到现在一直在哭呢。啊，您说这事儿，我别解释了，小两口吵架还不是常有的事儿。哄哄劝劝就过去了。哎，你是男人嘛？哎，是是，对啊。家吧，啊，走，咱回家。别碰我！好啊，你还敢跟我厉害？好了好了，都消消气儿，
小两口能有多大的仇啊？好好，行行行行行啊，来，打也打了，骂也骂了，走，咱回家。我不回去，我不走。哎呀，走吧。你这不走？哎，走走走，有话回去再说。你去去。哎，好。昨晚上跑哪儿去了？你管呢？这身衣服不是你自个儿的吧？从哪儿弄来的？废话，光穿毛衣你想冻死我？你什么时候回来的？我压根就没走远，就看你出来找不找我。当然找啊。你那就找啊，连十分钟都不到。其实我根本就没想走，回来一看居然睡着了。瞧瞧你，你又把人往坏处想了。我那是愁的睡着了。嘿，还不知道你梦里跟什么人鬼混呢，早就把我忘了。巴不得我一走就不回来。好，算了啊，走吧。你们俩怎么才回来呀？都等了你们半天了，还没吃饭呢吧？我给你们买的烧饼加肉。谢谢啊。姓方的，我可告诉你啊，要是再出现这种情况，我可就真不客气了。不了解情况，你看，你看，人就这样，一点都不让人。我让你，谁让我呀？那你是男的，男的就要让女的，哪条法律上写着呢？他还比你小呢，小不懂事儿，更应该听大人的。你这个人是不讲理哈。我只服从真理。你怎么跟女的似的呀？人家说一句，你就非得跟一句，什么大不了的原则问题呀？认个错就杀你的头了。跟自个儿老婆还逞这个能，真没见过你这么当丈夫的。好好好，我不说了，行了吧？就知道跟自个儿老婆厉害，要不见着谁都三孙子似的。气死了！你倒吃上了，够没心没肺的。那还不得怨你自己啊！屁大点事儿就闹成这样，至于吗？那你要对我好点呢？一开始我也没哭啊，就是耍点小性子，你就应该哄哄我，我早没事了。人家跟你闹，就希望你哄哄我，温柔点。那你也得给我留点余地嘛，是不是？你这么撒腿一跑，还真把我给气着了。这都是电影里的俗套子，怎么落我头上了？你跑什么？不知道城里头坏人天一黑就全都出来了，专门收容你们这种离家出走的良家妇女。人家一开始也没走远啊，原来是想去姨妈家的，走一段路害怕就回来了。回哪儿了？在操场上坐天亮才真走了。还行，还算没少着家。以后啊，要跑连楼门都别出，在楼道里蹲着，那没风。我以后不跑了。这才是好同志。过来吧。咱以后别闹了，好好过日子，行吗？我根本就没想到，你说哪回不是你先挑了头啊？哪次又不是我忍气吞声、委曲求全呢？说到最后又是我错了，我就没对过一回。哎，你呀就是错了，你应该正视这一点啊，这样才有利于你的彻底修正。我老这么闹，你不烦我吧？怎么说呢？闹的时候有点烦，过去了吧就完了，不真烦。那你还爱我吗？别吃这凉的了，我去给你做点热的啊。
干什么？这两个字，希望你能与我共勉。德行。爱有几分能说清楚，爱有几分是糊里糊涂，情有几分是温存，爱有几分是色色的酸楚。Don't